A1 其實我哋大部分嘅員工咧都係30歲以下啦，咁佔我哋公司嗰個員工比例咧大概50%啦。咁呢50%員工咧，其實大部分咧都喺我哋嘅店鋪嘅工作啦。咁呢個店鋪裏面工作主要係負責一啲顧客服務啦、產品嘅銷售啦，同埋呢個店鋪嘅管理嘅。我覺得我哋公司喺呢一個晉升同發展方面咧，俾多好快嘅一個機會俾我哋同事啦。咁我哋每年咧有2次嘅晉升加薪嘅機會俾我哋同事啦。咁同埋我哋都有好多嘅培訓計劃咧，配合佢哋咧去晉升咁樣。前線嘅員工咧，佢嗰個嘅流動性都比較高啦，所以公司有啲激勵活動咧去挽留佢哋啦。包括新入職嘅員工，我哋有一個嘅教練咧去指導同埋教導佢啦，幫佢更快適應工作環境啦。咁同埋我哋每個季度咧都有啲嘅激勵活動啦。咁啱呢個季度咧，我有一個感謝月啦。咁我哋嘅部門嘅同事咧就會親自帶一啲水果啦，同埋我哋老闆嘅一個感謝卡咧，去到店鋪探訪咧，同埋多謝我哋前線嘅員工咁樣。係啦，其實公司好注重人力嘅發展啦。咁我其實我哋公司裏面有啲嘅同事，佢由兼職開始做起啦。咁畢業之後，佢又轉為一個全職嘅同事。咁經過一啲不斷嘅發展咧，就成為一個店鋪經理，然後再晉升為一個區域經理，而而家咧已經成為一個助理營運經理啦。咁負責管理咧，我哋公司10多間嘅店鋪。A1 Kiwi 其實一間日資嘅公司啦，佢源於日本嘅，咁所以其實我哋公司咧，喺呢個服務管理啦、品質管理方面咧，其實咧都會跟循咧日本嘅一個高水準嘅管理同埋品質嘅質素嘅。咁同埋我哋都希望我哋同事咧能夠學到呢啲嘅知識咧，都會不定時咧派我哋店長咧去日本咧去交流、去視察日本嘅零售行業同埋總公司嘅管理。咁零售行一個好快速發展嘅行業啦，咁佢喺個零售行業管理咧，學到多方面嘅知識啦，包括人員管理啦、店鋪管理啦、財務管理啦，咁呢啲各方面嘅專業知識咧，其實幫到佢將來咧喺任何一個行業發展咧，都有一個鞏固嘅基礎。